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见了？可是好冷哦。对啊，我也这么觉得。我刚刚跑去大便，大便完在这边洗澡。我好冷，真的是。真的是。发了都没带劲。觉得等下他们装备会被洗掉。那你看我下面那个包是什么？嗯，包尿布。EUP 跟 RHS 为什么两个人缺少？哇，这个是为什么？是缺疤跟血疤哎，这是我国小的时候学的手机贴图哎。两个圈我不是用哪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装备那么落后啊？我们九零年代都不听警报，都不听警报。这么多枪可以用？为什么你这么落后？那为什么我这么落后？问的非常抱歉，资讯严重落后。我被电站攻击了，这认知作战了。所以这个是 A 作战，这只好大只哦 ，AUG 哎 ，ESG one， 哇，这个像颜色刚刚好。这个16 A 二卡比呢？哦 ，A1 好帅哦。我不在哪？哇，有 shotgun 哎！啊。哇，第三的尸体 ，MPU， 兵拿 shotgun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Winter Party 都拿起来，好有钱哦，居然可以拿 PSG One 呢，不走了，赚不到吧？啊，为什么没有 A1 装枪榴弹？啊，很严重，因为他好像拇指没血，拖抓吗？霸谁？怎么这个小帽？防弹能力这么高、啊？有 A 啊 A 啊，出血啦！因为他是钛合金纤维，他是钛合金纤维做的、哦。又是这个奇葩的蜘蛛丝提炼出来的，没错。钛合金混蜘蛛丝，是 N16A 要拿这东西。哦 ，N16A 二卡宾，我要拿 Cold 卡宾，有 MP5 啊 ，Cold 卡宾，哦，防弹能力小帽，防弹小帽。各位的防弹技术我可是精心挑选，就是那一头跟 10.5 千。我们工兵是不是要拿这种？不然怎么起来？完了，又要拆弹了。我在玩《战车 T1》，还一滴子。战车 T1， 我没玩战车 T1 呢。哇，我们 N95 可以拿你，还不多拿一些？算了，我拿法宝。4L 前五赛文可以阻止我。我看，我看，那在哪里？呀？哪个？靠腰。对吧 ？OK， N16A2 卡宾，防弹小帽，靠腰哎，刚刚帅你啊！哇，防弹啊，怎么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不是啊，为什么我的没有手电，你的有？因为我拿 CUP 的。啊，为什么我的 Farmas 没有瞄具，你的有？他那个阴茎包的，基本上都没有那个。哦，是他的 Farmas 有瞄具啊？我是 Leader 啦。MT 是什么弹种啊？你好像很用嘛？哎，女仆，哎，怎么了 ？MT 是什么弹种？就也有了。哎呀，你是等你嗝屁，我要抢你枪来用。MP 吗？我拿那个火箭筒这个 MT 啦，那个火箭对火箭弹。MT 是没有手套。我的古斯塔夫有写可以遥控的那种。那是 GGMM。对啊，他有三个 GMM 啊，他有三个 GMM， 一个 GMM Hit， 一个 GMM H， 一个 GMM MT 啊。哦，我现在问 MT 是什么弹种啊？多用途啊 ？MT 是多用途 ，Multiple，Multipurpose。啊 ，GMM 是可以遥控的是吗 ？Over。哎，对 ，HP 它怎么遥控？没有，就是你射过去，然后你的瞄具导引到哪，它就跟着飞到哪这样。哦，红外线导演就对了，有点像这些偷视，啊，怕走起哦，一旦一枪怕走起哦。现在好手电筒哎，好粗哦，哎呀，戴上的时候才会把那个，人家不是手电筒啊，那个是那个 AMPGQ2， 我的 shotgun 我不能带四颗，太满了。带啊，你要啊，我不要开。你要带什么？工兵就要带 shotgun， 不能帮你带。阿杰、在哪里？我都忘记我是工兵哎、欸。真的吗？整装整太爽，但是想起来干我的是工兵。然后，哦，没有，我刚小队友跳掉了。好可怜哦。哦。我不惊啊。防弹能力连个血镜都没有。那这样眼睛会结冻。哎，眼睛快血吧，直接被瞎掉。
点。先不用投资闪光弹，自己先被血闪瞎。说英军包的那个雪地装最帅，可没有手套。哦，冷死。嗯。手没感觉，扣扳机，扣到手断掉。阿妈，你怎么没感觉？手跟扳机粘在一起。对呀、啊。反正装三枚。看起来好丑。没有你丑。哦，完了，对，从头到尾都抢一桶，真是。两大又吃炸药来了，是不是？我不太确定炸药带多少才算够、欸。你其实可以不用带炸药，人家带满满的那个燃烧手榴弹药。觉得的话，丢燃烧弹有用吗？好，那我觉得冷的话带燃丢燃烧弹取暖，好像想太多了。哦，是什么 campfire kit？ 哎，令，我可以带萤火的意思吗？对，怪哦。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换一下衣服，我要换一下我手套的，要不然手指头好冷。为什么副排长没有瞄具？你有？屌、哦、班长没有那个，你看一下他的那个 ESG One 夜视瞄具，他孔老师哎，看这个瞄具他什么出来？你能带几发、啊？我带了八发。明天去考可以来当录一下。我带了三发，小队长一发，然后哎四发，然后一发直接换掉。没有，是错又讲了那个黑色。那你不会负重吗？应该算很紧绷哦，非常非常紧绷。瞄具啊，为什么要做这种奇葩？我的，你说你带四拿一把给我。对，我带四颗 GM Heat， 一看就知道形象管烧掉啊。啊，我不知道，我的你先跟他讲，我的这个位阶应该也要有。我的弹夹只有17夹，可以跟中。这个太坑了吧？好，我去问他。怎么了？烧掉。就是我的第一条已经是很紧绷紧绷了。有的东西我没有。那我不行，我不是副牌。对啊。东西。刀。还有那个有榴弹的 Farmers 啊，因为他们是小队长，所以我才没有选择他。你不，微小队长，我原谅我的眼睛瞎掉。微小队长，我没有瞄具。哇，90年代的配置，因为他那把枪本来就没办法装瞄具，所以我没办法给你瞄具啊。对啊，各位，你们有一些没有瞄具，是因为没办法装瞄具，所以我就那有那如果是他们有的嘞，那你就换他那把枪。啊，他跟我拿一样的枪。哦，不是 MP5 完了，怪大枪。昨天有发现那个 PH1 这个 PH1 这个夜视瞄具，它有三段瞄准模式，一个是标准夜视，另外一个是那个铁瞄模式，然后最后一个是印象管 MP5 刀坏的模式吗？文杰，这叫是这样的，什么东西？文杰，这叫什么？信号大，信号大有三种，我不知道那三种有什么差别吗？我反正这场应该是不会用到、啊，所以我不是差别、啊。我装哪了？哎、欸，你不，你少放个最重要的东西了。什么东西？什么信号弹有三种？28弹夹，信号弹有三种。哦，28弹夹，我看到就只有颜色不一样而已。没有吧？十发呢？起码28弹，三种不一样哎。我只带十夹，我还是负重哎、欸。派哦，28弹夹。因为你的那个。下次手枪可以换成那个 Brownie High Power。我只带十甲而已，十甲弹夹。是你那个 M3 太重了，那一支本体就超重。哦，只带八甲干。好干队友。老师，你看 MP5 哎、欸，我终于拿 MP5 了。给了 MP5。梦寐以求 MP5。哎、欸，去。哇，好了，就在那个警报前面集合，投影机前面集合。看电影比赛。对啊，我觉得。我鼻头插着。203他没有表情可以看哎、欸，我操！法马是203不用表情都靠感觉了，法国人哎、欸。OK。对啊，法国人支持、啊。你知道越浪漫，你打的东西就越多。OK。OK。好，浪漫的我懂。法国人真的很刺激哎、欸，那个马路上一堆人在拉鸡，超会。我靠，我也好想哦。你想在马路上拉？你是想跟人家拉？对，你是想要拉，是在马路上的部分，你要讲清楚。你要在马路上拉，还是法国人一起拉？还是你要买？我看过最刺激的是，那个时候我在看 Google Map， 我们在找路，在找地图要去哪里玩，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我就看到对街酒吧旁边有个女的揪住另外一个男的领子，把他按在墙上开始拉。我想要带反人员地雷布煞器。对呀、啊，你会被那个害死。
反能源地雷，你会先让队友踩到。反能源地雷，不要说我会先反到自己人，你的自己人会先踩到反自己人地雷。好，我决定。啊，排队啊，少年排队。基本上我打完一条，我就要。这场会用到很多，这场会用到地雷吗？不会，不会哦。那会用到炸药吗？会。那种思维的那个贴三头贴三小，不知道什么奇普的那个骷髅头，再戴上头巾，好像但是你要炸东西，用燃烧弹应该处理得掉吧？给我 ，no， 对，一定要炸。Oh, OK， 是的，你刚夸一位助手是谁？没有助手，你有限定要多少大包的炸药？干嘛？哎，你超赞腿的吗？还是要那个 okay？ 对吧？那个妹子很赞，那个是艾尔莎吗？你带一二 ，Elsa 三都可，真的是艾尔莎。那是艾尔莎。Okay。 好了，现在看解报好不好？女仆还要东西要补充。好，各位看一下前面大型的那个，谁刚刚玩我解报？妈的，还有我没有放特警，跟你讲，不然等一下妈的大家 YouTube 都要被编了。申请啊！靠背，三四五没东西啊！要被我编是我吧？OK， 等一下搂一下哈。为什么你切就有？有没有乱切剪那个投影片子了？ Okay。 失事地点的位置，我们目前没有空拍图，因为飞机被击落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OK， 好。欸，所以我们目前的话是，失事的那架飞机，它最后传来的那个潜艇空拍图哈。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目标有右上角那个潜艇。那个潜艇的话，不用管它，不需要炸沉。它的自毁装置会在。我这边再切一张图，在通讯中心里面。通讯中心里面，那资料我们这边说要收集有四份，回收资料有三份，那它三份分别会在维修厂、指挥部跟通讯中心。维修厂、指挥部、通讯中心 ，OK，OK 哈。然后那个失事的侦察机有需要被炸毁，用112或183都可以，但到那边的时候必须要上传一个资料。那个上传的资料的部分的话是，我们开发了一个病毒，要阻止要让它入侵苏联的军方通讯设施的。嘿啊，在那边找到电脑，它有一个 ACE 的互动键 ，ACE 的互动键上传。好，我问个问题，军械库等于弹药库吗？弹药库就是弹药库啊，哪来的军械库？你刚因为我看简报上面有写军械库哦，对，同一个意思，反正就是他们的武器弹药就对了。OK，飞机5.56打爆吗？可以吧？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问凡客车库里面有一台停了个凡客车库将近的话，可能会主要会是他们的补给车队之类的啦，或者是不是一台修2年的摩托车，有可能或者是已经被拆解了，然后要高装准备高装检查。你怎么那么了解凡客的 BT 啊？你今天是很呛，对不对？我看一下好 PSG 的库，所以简单来说，该地方要肃清啦。Hey， 然后呢，肃清完那个潜艇炸完，对不对？你们要守住15分钟。要撑15分钟左右，okay。 那个我方的空军这边才会过来接你们的车，接你们。那会过来接的话是奇努克，他会带着北约跟那个美军的空军部队先前来轰炸。预备。OK， 以上有什么问题吗？那个失事地点敌方有掌握吗？敌方已经在那边研究我们的三角形飞机了。三角板飞机，所以他们现在正在 download 资料，所以那个很重要。他们应该已经取得了，所以我们才要赶快过去上传拦截他们，然后上传病毒。OK， 那进攻的时候，敌方会有那个 QRF 进入，那大概15分钟会一波。OK 吗？那那个敌军的话，这附近部署大部分都会是以 BTR 跟 BAP 为主。他们会从整个地图的南侧往上，全拿鲁斯。那我方的空中单位哈，就会从东侧过来。有任何问题吗？
我们谁要开指挥局自己指派啊？对，自行指派两架啊，停在那边，我们当地的线人会帮你们把直升机藏起来。OK OK OK， 然后那个杨弟，你有一次空投补给的机会。对，哎，可以让你们在第一波打完之后，那个有弹药补给，那有可能是由当地的县民负责提供。OK， 他的补给就是箱子那些吧？对，没错。桶子是 Take 跟阿杰拿，对不对？没有，那我们有清桶子吗？没有，不用投资，我这边会派人。不是桶子。总之，我跟坦克 ，OK， 这只有那个古斯塔夫嘛，对不对？嗯，没有那个 M 七二之类的，没有。OK， 好，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没了。呵，那记住试试地点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炸，一定要炸毁飞机，另外一个是上传资料。这两个完成之后，对对对，就是开始往那个苏联潜艇的基地开始移动。途中村庄的部分麻烦避免，不要进入村庄，因为那边是当地平民的位置，被他们发现他们会通报。OK， 吕谷是你标的那个村庄吗？对，只要是村庄类的东西都尽量不要进入，不要直接进入，从边边划过，反正就是不要被平民看到就对了。跟阿基斯一样滑进去 ，OK， 不想滑进去。Okay. 等一下，OK， 天女辱华，什么辱华？辱华？哇塞，啊、怎么滑进去，突然就辱华了 ？What the fuck？ 也太敏感了吧！拜托，我们玻璃心、欸、太敏感，滑进去，辱华。各位很有当粉红的是三小，你今天玻璃心了吗？你们是模仿波特王吗？妈的臭玻璃！谢谢各位帮我脉络讲了一些中国人。OK， 那看一下地图啊、哦，我们现在地图的最左上角的边界，我们等下第一个任务就是到试试地点吧。啊，飞机上传资料跟摧毁。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潜入敌人的潜水艇基地，然后我看一下，摧毁各种设施还有回收资料。哎，回收资料你刚刚说有提示在哪里？通讯中心是？回收资料吗？对，我看一下，来那个通讯中心、指挥部。跟维修厂 ，OK。然后如果俱乐部也有找到资料的话，那应该只是告诉你 PS5 什么时候发售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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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完美了。那个我们先去俱乐部，就算发售 okay, 也没有到。可以。1990年代，然后知道 PS5 的发售资讯，做时空旅人。没有，只是举例啦，因为我怕讲 GameCube 有可能有人不知道。不要 PS5， 哇，太老了，老。对啊，因为这时候好像任天堂红白机也差不多才刚开始啊。太老了。好，那个现在任务大概有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移动到那个试试地点，然后并执行嘛。那移动的部分呢，有分两个登陆、两个着陆点，分别是 LZ Alpha 坐标107、108，在一个。加油站附近，我们现在任务有提示哦，要避开所有的百姓。那假如说如果我们不幸遇到了，就是拘禁，包括就是击毙，因为我们是黑色任务、哦。那再来就是，如果 LZ Alpha 的位置状况不对，因为实施地点比较近，我们是抢时间的哦，敌人已经在实施地点附近了。假如说如果状况不对劲了、哦，我们就会马上撤回到西北方大概200公尺处 ，LZ Bravo 坐标097114。那途中我们有两个小队，分别是令小队跟鲁拉小队吧，对不对？好，然后桶子是 Tank 跟阿杰拿，那还有精准是阿奇，对，好，那等一下就是以要进的方式、哦、互相掩护前进，那各小队自己也要安排一下自己小队的要进模式。那个试试地点呢有分两条线，分别是 LOA 东，就是东边那条跟南边那一条，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树林线的底边啦、啊、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如果我们在进攻推进的时候，就是以那个线。以那个线为最终的延伸
啊，不要再超过那条线了。那问重点就是要阻绝东边可能来的敌人跟南边可能来的动静，因为南边有一条主要连外道路。好，那假如说如果试试地点处理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在以新的那个路径点前往到敌人的基地里面。那敌人的基地里面有刚刚有提示到，有回收三个资料。那个资料等于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要爆炸的地点，要去炸那个之前，我们都要执行 SSE 啊。那 SSE 的部分也是要轮流执行的，因为那个地区有点大。那加上敌人会有那个机械化部队从南方经支援，所以那个主角跟弹药不弹药的保留更正就是妥善使用非常的重要。那任务提示有时候我们有一次弹药补给支援，到时候如果真的有需求的时候再跟我提一下。好，大概就这样子。那个我们等一下是坐两台直升机啊，鲁拉跟令麻烦就你一个人去上直升机，左边鲁拉左边那台杨梯。哎，这样，如果这队上的话，这有五个。哦，你什么东西？你那边有五个？那这边有五个。没有查理小队。哦，是有查理战战。啊，查理有什么职位啊？也是精准了、啊。侦查 slash 一次性。医疗。是哎、欸，那没关系，等一下查理先加五，但是一样是你带，好不好？这样子我比较好看，那个有那个弹性能力。OK， 那个无线电我一瓶。鲁拉二瓶，鲁拉是阿尔法还是巴布啊？鲁拉是阿尔法。啊，你二瓶，然后那个另三瓶。找我、啊。OK。啊，给你。啊，然后死掉的话重加哦，死掉的话可以重加，重加就是，假如说如果都死光光，就一瓶找我，好不好？好啊。你这样换队哦。为什么是一瓶？会死光光为前提。五分钟之后出发。要上厕所喝水去直升机上面等。超级上，谁开？要。直升机不用开回来吗？就降落在原地了。啊，那个护照可以交过来吗？简单来说，我可以对试射一下那个导引式的火箭。导引式不用，你就真的那个准星一的目标飞过去就到了。对，但是我想试看，我没有打过啊。我们三是一品，我们是一品，可是你们应该是别的。对。应该跟我们问一下小欧。嗯，小欧，你们先视频好了。我们先视频。哦，视频 ，OK， 好。接错字，那我就是督战官啊。对啊，督战。定呢？啊，你要帮忙什么再跟我讲。啊，酷吧。明明是九零年代，却用最先进的股市大富翁。说到解说，老美的黑科技。你没有什么我们黑熊中队的情报资料之类的，可以让我打进文本里面。女仆。能不能帮我？我们的统编呢？我们的统编。治疗一下。好，怎么了？我可以帮我治疗一下，刚喷到。哦，好。啊，还有被喷到 ，sorry。但我都跑很远的，我还被喷到啊。亨利。那就是长相问题。他只会攻击丑人。你啊，那个什么医疗选单，我要怎么设定是在哪里啊？那个模组设定，游戏设定模组设定选项，然后去找什么 AC 医疗这边。收机，收机 ，OK， 换掉，有找到吗 ？OK， 然后有一个模组那个按开来，哎呦，感谢，算是三次品，我上先上机再拿，好玩了，对，啊，你要飞啊，我飞，好亮，啊，无线电脑，那你为什么不多带一台？怎么变成 MP5 了？我哪一台？我们等下做另一次开的好了。杨弟，订单哪一台？你还记得右边那台？对，日期是几号啊？我只记得2014年，好像七月吧，还是哪里 ？OK， 好，喂，测试啊，我看一下。我刚不是有讲过，还该测试很明显呢。问这个干嘛？四月，呵。我们是二品吗 ？Fly 三品。杨弟，我上去了。OK。看一下，我们先进测试。好。我手电筒忘记带。
女仆，怎么了？这场啊、哦，没事。怎么了？你说。我有没有想问说，好，没事。我听不太到。现在去哪来得及吗？还去先装回去啊。这个智慧型的 GPS 跟那个测风一样要叫出来。不需要。我要怎么相信你？对，没有 GPS 要相信的。我的装备让我觉得我好像打阿玛兔。我要怎么相信你？你们是谁？那个微型 GPS 还能让旁边变鸡出来。带了四个，你们谁没拿上机？怨念很深哦。你还有我的仪表不敢发哥。通用按键嘛 ，AC 通用按键。哎、欸，等一下，那个门边可以开枪是不是？对啊。对呀、啊，我的位置看到，妈，女仆乱塞一堆奇奇怪怪的梗图。嗯，我塞了什么图？什么微型军用 GPS？ 超好用的。那怎么按呢？按 home 就可以打开了。这里是听兔准备完毕。好。情况可以起飞。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可以，可以出发了。让 T2 call all call signs 可以出发。低可侦测飞行，灯火管制。低空飞行，灯火管制。头机，你是偏航了。否定，正在转向。
他坚决否认他偏航了，不过正在转向了。高级是谁啊？是我啦，哈哈。坚决否认我偏航啊！我只想要90度角而已。B1 地址太空，明白明白，卡宾。Готов действовать。Выдвигаюсь на позицию。Так точно。Ясно, приступаем。Ясно, приступаем. Группа, движение на север.注意副村庄动静，然后看那个，你们每个小队都有遗物兵吗？一组这里有，这是二队有，说说说，这里是小，请上进询问 C 三吗？确认 Charlie C 三 ，OK 确认 ，C 1这一次总指挥回报，根据卫星传来影像显示，有米八的侦察机在朝你们靠近，请注意掩蔽。Bombs in two.
Cycle one.小队稍微展开一点，我们要承受守队型。Bravo 往南朝失事地点移动。Bravo 招手。你说，我们目前抵达市南边，失事地点西南边。知道了，往失事地点移动。决定先守住西南边 ，Bravo 要接近失事地点，掩护他们南方。对。查理会在我们东北方掩护我们东方。这也是 Bravo 在实施地点周围发现了小营地，了解，涂上去。What？ Alpha 要留意东西南方的村庄有没有动静。Alpha 回报，我们目前在坐标幺幺洞两 OP 点。我们同时可以观察到失事地点，也可以对南边做支援。是的。请 Bravo 注意火线。这里是询问，我们可以使用8-7武器吗？这里是消，已经到达西湾点，但西湾点前方有房子，有建筑，缺。Bravo， 尽量不要使用爆裂性武器。枪里进入到建筑物里面的时候，提供掩护。我没收到。这里是 Bravo， 我们会需要 Alpha 的火力支援。收到 ，Alpha 接手。Alpha 明白。
阿法可以帮我们盯着南边沙堡奈托。稍等。飞扬 DJ 知晓，遇到一台直升机，持续朝西方移动。信号不满，保持不变。Bravo 那台你刚刚讲的，刚才要升降，之后可以直接这样用飞机打击，知道使用。是蓝莓杨弟离开座位，排副接手。Alpha Bravo， 你们有要进营区吗？这里是进度确认，我们再推进。把我们看到你了。前方进度，你们状况还好吗？状况良好。站海了。杨弟这一小也是排副哎、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往南推寻找适合视野确认往南还是往东这里是听兔回报我们在营区发现了但没永远没有够的一天。一艘宇宙航母的，至少给我两家吗？我只有五家而已。五家。因为我带的，想要试，说射太快了，塞不多。多人呢？基本是一条。好。好，
还不有操作吗？然后操作这次总指挥回报哈，那个情报是用 ACE 选单的方式去做启动。有收到吗？他在这排骨收到。然后那个荧幕的话会是苏联的红色，帮我确认一下。其实我对他用 ACE 互动就只有换那个贴图这台吧，互动这台啊。另这边，另这边，我这边在上传病毒了，还有20秒。我们专心研发的豆腐病毒，终于在这时候可以发挥作用。他说啥？排骨这只小红，我们等一下会前往119108位置进行侦查，然后建议防御工事。确认，请不要引起平民的注意。收到，收到。这里是警图询问，我们是每一块残骸都要炸掉吗？主要残骸，主要残骸，copy。你可以把它收起来吗？你可以收起来吗？这几三小嘞，很厉害哦，这都在动了。零件呢？也叮当哎，我可以拿去哎。哎呀，是哦，那你会不会飞？拿起来了。这是蓝莓指挥权，还给杨婷。可以收到，感谢。Yes, no, please, 这次听度询问，我们可以使用敌人装备吗？阿奇，询问基地有办法使用敌武器吗？哎，不是。N76，我定，除非弹药打完。塞尔维亚的枪啊 ，RPG 类的可以。嘎嘣嘣！这里是听图操作。压力收到。除了火箭、AT 还有爆裂性武器以外，其他的敌人武器不能使用。听图上弹。我被揍了，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我没看到哦，没有啊。正东跟正南，我拉上来撤。这是听突询问或引爆，我们要离开这个营地才引爆。Bravo，Bravo， 先往东，跟着我往西，先往西 RP Two。阿法会掩护你们，敌人从东边进来了。这里是零度操作。打连，你家打连发就可以用那个啦。哎，有一个在三角跳。下去，快吧！没关系，我有脚架，我是半个字。老不止还有。RP2 要等我们了。请问一下，目标引爆了吗？那地回报还没收。这是停图是否引爆？我听我们要移动。对。我们起爆器有范围哦。没问题，等我们到你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引爆了。OK。这是停图抵达 RP2 点。收到，我们两分钟。
如果待会进去那个树林基地，排除呼叫小，我们在原本位置。确认我们还在原本位置。Так точно。Bravo 可以引爆，卡飞 ，Alpha 直接往北。Alpha 直接往北哦，打 RP。查理掩护我们，我们要前往 RP。啊，这两天我刚回来。阿法移动 RP。那这才不够近，在我们前。这里是停兔，我们距离目标太远了，需要接近，要接近一点才可以。收到，那我们先移动打北边啊，出成功就赶快跑了。卡比开。你的怎么那么短？他妈的距离就差很多。北方呢？北方呢？不稳。完了完了，你是没上、欸。时间你设，你是不是没有？你是没有抓很多呀？你报快点。有啦。我被打，我被打了。你报看。我们不是无人机也要炸吗？到前面阵地哦，至少比较安全。我看，你看，阵地这边。Жду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Выдвигаюсь на позицию. 东南面。Готов действовать. Так точно. 好，在这边等。那我来放个下一个新颜色。Bro 是重新进去了，哎，应该是。有没有搞手啊？问你呀、啊。不要装作在不报。不要问你呀、啊，有没有搞手啊？不报我们就不会报了。再不报我们就要报了。干！我被打中了，我被打中了。人腿断了，人腿断。啊！我够不够远了、啊？哎、欸，你的三十秒拖得太久了。啊！没关系，我们不用过去协助 Bravo 吗？你们现在原地停好。拜。那你们可以动吗？拉兰迪，我们已经暂停了。收。刚刚是我没填弹。进攻，七应该可以远距离吧？怎么可
了吧？四刀了，你放在，你站在爆啊，你站在爆。这也是丁兔，我们刚刚发生一点技术性上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把引爆了。收到，感谢。我在半路上等你们。好的。查理，北边 A1 侦查。我完全忘了，不好意思，人家到我家门前了。我跟你留个 line， 等一下跟再跟你。嗯，哎呦，我们要继续往下走吗？还是先在这里？就啊，这边就 OK。叫我到达 A1 点，到达 A1。有拉 RP， 对 RP 明白。这次指挥部询问一下，有需要补给资源吗？那里还在排布。阿法直接前往 A1。明白。这段装备也管制，我们对方是苏联。阿法跟 Bob 还有 Young T 现在正在前往 A1 的路上，大概两分钟，我要请 Charlie 前往 A2 侦查。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Жду приказа. Жду приказа.这是停渡抵达 P 点，收到。Bravo A one， 保全网中。这一支消到达 A 二点。阿法排长刚刚抵达 A 一了。阿法 A 2 Charlie A 三。明白，不过我们需要整队一下，需要休息。收到。然后就我大概看了一下目标区，那个蓝色圈圈的位置大略是准的啦，大略。卡皮卡皮。在北边上空，这只熊从西边又在追击。知道。
到一架米八要降落。那你收到多少？他已经降落。Ясно, приступаю. Ясно, приступаю. Так точно. Так точно. Дальше, чуть-чуть идем.即将抵达 A 三点。对，直销，我们即将到 A 三点。直销地在入境点遭受攻击，坐标1612。二号询问，应该继续往 A 三移动。继续动。来。那在我动，在我发现之前，我看那个 GPS 它那个数字，那个是跳多快，然后算没有没有，全部都没有加速。先确认一下那个南方位置，然后那敌人应该会在你正南方，敌人在那个 A 度点的东南近约20公尺。给我们的吗？这刚进去了，给我们的吗？信号弹很机会来了，然后想要有把握就直接开枪，有把握直接开枪，有把握。靠你了，一发打死他。Bravo 可以的话就开离开，要前往 A 三一组。听哪里的？交战了，刚米八又丢了一块。
回报 ，Charlie 那边好像交火了，可是还没有听到他们的回报。OK， 这里小，我们再往 A 移动。Alpha S， 这里是 Alpha， 我们在往我们刚抵达 A 3，正在跟正东边持效应武器的敌人交火，我们还没确定他的位置。都要小心，要 Charlie 在那附近。然后把我当敌人呢、欸？不会，不会，应该吧？应该吧？我还在哦。打到你要叫啊！你死的。对，对，前往 A 五，然后 go go， 喂，走啦 ，A 五 A 五，横队继续走，我们前往 A 五，然后横队压过去 A 三，我们等一下准备突突突啊，要过平原哦，是 Bravo 抵达 A 三 ，A 三待命一下。Жду приказа. Жду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Ryan T, 抵达 A 四点。知道。Alpha A 五 ，Bravo A 四。好的。那麻烦 A 四，哎，不好意思，卢大，你看一下那 A 四那边有没有办法漠视到敌人目标点，好不好？阿法回报无法。应该说只能看到很小一部分了。五牛叉 P， 那你说。把前往到 C 地点与他们 C 点的枪与后，明白？600公尺的距离要保。像这样子哦 ，Alpha 前往 CC 取代 Charlie 位置 ，Charlie 会往西边稍微绕过去，往 A 6移动。Charlie 的目标点是整个城镇整个区域的最南方 GS 点 ，GS 点是一个哨站。主要就是针对南方的敌人做阻击，法的部分呢，就在 CC 跟 A 5点之间向敌人中间打击。目前有发现到三辆卡车中间里面都有一些步兵，然后呢 ，A 4担任主攻，等一下直接从 A 4点往南杀进去法兰克的车库。你可以帮我 TP 到小王那边吗 ？OK， 明白。这里是 Alpha， 我们抵达 CC 点跟乔里会合，进入塔哨。那个谁，乔知道。查理可以开始移动到 A 六，跟着我画的，跟着我画的走。OK， 反对出发，跟着我走。这是丁度回报，地图上我标记一个红的米吧。你谁啊？那应该是空了。Hello。免费的。你人走了，你人走了。哦，不是说尸体不见了？哦，不是小欧吗？哎、欸，你为什么穿这样？为什么穿这样 ？OK， 好。免费米吧，等一下我们应该可以。其实我刚刚有点后悔，我们没有坐直升机过来，走好远了。没事，步行机动。
阿玛日常。不行，模拟器。等好再跟我说。无法回报，我们在 CC 点。视野受限了，树林茂密。我们如果要打目标，可能会稍微往里面推进。打欧马对不对？有没有办法到 A5 那附近看看？明白。等一下 ，Bravo 要直接飞上去的。间隔，间隔，这次排副 A5 的南边有一座建筑。描述一下建筑。应该是雷达站，然后有多窗口，旁边还有多窗口的建筑。收到，阿法去拉那个 A5 南边建筑。阿法收到吗？好吗？阿法前往到 A5 南边的建筑物，疑似是塔台的东西。A5。阿法回报，烟蒂圈的位置没有建筑。杰克再重报一下那个建筑 A5 附近建筑位置。好，稍等。我们目前已经暴露在敌人射线下面了，射界底下了。建筑物在 B1 点。我们可以先开火吗？没有办法，全都移动到 B1。没有在，没办法，一定会暴露。Okay, 那我请 Bravo 就位之后，请你开火。开火完，如果敌人受到压制的时候，前往到 B1。阿 P， 我是叫外送的。Bravo 有看到那个法兰克房子那附近有一台油罐车，等下进攻之前先来一管亮的。不好意思，等一下 ，Alpha 提供掩护 ，Charlie 会阻击南方敌人 ，Charlie。跟着 Bravo 会主攻法兰克车库。明白，阿法在待命，随时可以开火。Bravo， 等你信号。巴黎这边也准备好了。知道。Bravo， 等你的信号。这是 Bravo 开枪。在移动，在往那个房子，没关系，那个房子还是要 SSE 一下。阿法跟查理往刚刚标讲好的地方移动。有吧？有看到了吧？有看到，我看到。
跟 Bravo 加在白客车库。是 Alpha， 我们目前在 Bravo One 跟敌人交火。然后尽可能把敌人杀光光。尽量尽量。我们可以用那个吗？我们的火箭筒打击吗？可以使用古斯塔夫对目标箭筒打击。GS， 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啊，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先请那个查理进维修厂吧。维修厂。对 ，GS 先不用。请查理进维修厂。然后在车库这边伤检一下。要结束了吗？阿法回报排布视线范围内没有活人的。收到阿法。阿法经过 A 6前往到 GS 点。阿法前往 GS 点，明白？经过 A 6前往 GS。确认，现在查理在维修厂里面。烧了吧？阿法肃清 GN 仓库。哪一件？他这对象怎么过去了？啊，中炮没关系吗？等，我丢烟雾弹，那不好，烟雾弹弹到那边去。我有个好主意，丢信号弹。那里有区域范围有。可以。哎，他有。好的，影响阵地，总部小心一点。哦，还有。哎 ，reload， 这边全是妹，妹。我靠！若雪那边给我搬东西。Reload。没受伤。OK， 杨迪这里小哦，我们在肃清建筑物过程遭遇些微损失，两名倒地。在维修厂吗？是不是？
下我补。过得去吗 ？OK。过得去，过得去。干，我拿，干。来了。进起来吗？哎呦。OK。啊，我们去左边。Bravo， 继续仓库。Что приказа？ Так точно。这是 FOB 啊。Что？ Так точно。你可能要派一些人去维修厂帮忙一下。你可能要派一些人去维修厂帮忙一下。对，稍等，我们这边只有伤员。来，跟我撤撤撤撤！短兵上线，短兵上线。太阳梯在小红队。三分之二的都需要爆炸，都受伤。收到。三个人进回修厂。查理，请我去。哎，正北来，正北来。吴亚，你好了吗？女仆，等我一下。我可以马上好。好啊，好的。Oh my god！ 啊？谁谁？拜拜 ，Freeze， 我传过去喽。好，我传。等我，你等。查理。不、哦，哎、欸，你好了吗？好了，好了。这也是查理，我们从杜拉你们的西北边要进来了。他们现在已经在战区了，这个我不好。我看一下央梯的位置。好吧，我先帮你传到另外一边哈。阿法回报，维修厂里面有一台，他还有至少还有炮手的机器二，我有队员出现伤亡。是的，刚才是小李补充，里面还有一台 P 五。哎、欸，上来再动，上来再动。
Alpha 五教练 T， 我正在努力处理场内的 T 五两台。明白，我们继续入侵。我刚刚拉到一个情报。Alpha 呼叫 Yanti， 南方有 BTR 正在靠近。大主角，我只有挂掉。南方 BTR 靠近哦。南方 BTR 靠近。是我三个人的小那一队。我们清这一队。不对啊。黄组，黄组，报告。蓝组，蓝组。直接带给你。查理宿舍。阿法五这样子，球场里面有四台 T 五，其中两辆确定还在运作，经各投掷两颗燃烧弹，效果不。另外一个来的两辆 BTR 正在压住我们，我们上网两元，还需要 Bravo 的增援。收到。然后提议我们赶快。你不要，你不要动。再撑一下，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地区很大。好了嗎？我们虏获了一台连主力战车，要从维修厂开出来了。我会拿来填补中央南方道路的防线。哎呀，我好累个，这里面有敌人。
那个有被打的。不是，全部都不能看。这是坏的。看 ENT 这一小蓝没倒地。全部都不能看。God， 老屁啊！开始进度汇报，我们这里伤亡惨重。Oh my god！ 啊，我来了，我快死了。哦，三小了，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突然爆炸，气弹是爆了，我快挂了。没事没事，我有事。Stone， Henry， 你走得动吗？我可以走，可是我现在大量失血。你冲回去哨站找死啊？不对，你好像好。哦，我好了。阿Q， 好，多一间。吉林要去摸一下那个情报吗？开门。忍受，再过几个人。有没有 N 一九三呢？哎，这边怎么有尸体啊？过了都这样。这是小 BTR 一次汤 ，BTR 汤罐。是的。东方那种大的，这里是 Alpha， 这里是 Alpha， 鲁拉倒地，鲁拉倒地。是的，右边还在吗？我在他旁边。拿到。哎。哦 no！ 开智慧装置。一四八有听到吗？这里是 Alpha。OK， 安迪，这里小奥出方根。厨房跟通讯中心都疏泄完毕。对，知道。喂，哎，大哥啊，恭喜你，恭喜你！麻烦 Bravo 去最东边的 FOB Ammo PS 五啊 ，PS 五。好的。就是我缝完鲁拉之后，你再帮我，再帮你。然后那个，好，没问题，没问题。查理解决完的时候，前往 GS 协助是协助防守两边的。来确认 GS 点。对。完了，这的 AT 啊。GS 点的 BTR 还是活的吗？里面有局吗？对的。OK。我要放高爆，我想直接打他的轮胎。定了吗？要我们定了吗？OK， 我们前往 GS 点。有没有想想看你是？等下，小心哦！前面左边这一台 BTR。不是，我想说，前面左边。对，让开哦，让开，避开我枪，我要打。西部怎么意思？帮忙。
我说我有 A， 我这还是小 B B 啊。被打法呼叫排布，收到。撞倒地，我目前撞阵亡，还有我接受。目前我们确认人员接收。收到。哇，杀爆了！小妹突击他成功了。对对对对。我利用狙击技能，要狙哦。你们有炸药的话，可以直接去撞。你很狙击。他外面走。这些炸弹被他撞了。因为二楼有机关。鸟电子音。等一下，等一下。那电子。等我一下。兄弟。哟。那我们终于。好像。对啊。那个，我们把那台 BDR 解决。OK OK。我解决的吗？都出去了吗？炮药。后面的两个人倒地。那马歇尔嘞？马歇尔，四位倒地。啊？为什么倒了？没有受伤。他为什么倒了？天上砸怎么下来啊？啊！我怕我。等下小奥，我没有。我刚刚讲的马歇尔倒。OK， 随时可以。被炸一下。可是不能互动。刚出去调麦。这里找到了一个情报，在维修间里面找到一个情报，我们正在收集中。是的。确认情报发现。情报回收完毕。招收处理中。军火库，军火库。这边。阿莫是不是？待会可以在地图上看一下，确认一下新的情报。新的情报。小欧怎么了吗？那个我进号了，我们可以走了。蓝队伤亡状况已报，马杰。正常装设 ammo 点，可是两队友们有去。我看不太出来 ammo 点到底哪里。拿资料了吗？Up 了，应该有了吧？看一下。好的。那两层楼建筑物吗？有。然后那个谁，杨弟如果需要那个弹药资源，就跟我讲。OK。我带。弹药装设，弹药装设。我带武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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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马歇尔。好、啊，我去开啊！我都不开啊，来。哦，跟你去开了，来，还能对对对，来来来，开门开门，交给我。开门开了。他要倒数了。哈哈哈！确实确实。没有啦，我找警报的。开玩笑。对的。在崩屁。我听到手榴弹爆。我那个会崩啊。不是我的哦，我炸药比这，我炸药不是崩，我重要是炸。那个应该是里面人还活着吗？丢的，不知道。哎，没有哎、欸，没有活着。很快哦。嗯。不可能吧？刚刚被我打了一发引擎。没有人死光了。他子弹没了。那这个东西有放吗？屁股怎么没有红点？没了没有。这成员那个炸药通讯中心跟维修厂炸药应该没放，放了我们就赶快接机。两颗，这是阿法，我们已经守住绝点。肯定有屠杀他们了。该。我那个人看到了 MP5 这样绕跑了。我少量失血。我看到。等一下。这一次指挥部有收到吗？这样就收到。那个位于厨房跟通讯中心的位置，好像还有敌军步兵。我这边收到拦截到他们的电波，他们正在申请援军。
杨队收到。中心装饰完毕。我过去吗？用 GS 的。走。杨队军火库跟雷达站，通讯中心，通讯中心的载人装好了。那个维修中，维修站也放一下，你把那边所有人都带到 GS。OK。杨帝呼叫指挥部，基地大致出现，我们请求空降补给在午夜十点。这是顶度朝西方有直升机声音，到西方两台米吧。米吧降落中，我需要。这里是小到达军事点，我需要下所有人到机场。在杨帝通讯中心炸药都装上了。那我确实接了，接完我就跑。都可以找到。哎，卢拉，你准备好了？不好意思。哎，好。准备引爆，炸弹准备引爆。5, 4, 3。可以准备引爆。炸弹引爆。确认。
前那边倒一个。哦，这个哨塔里面全部都是躺着的人，他怎么进去嘞？看不到了啦。对，怎么突然瞬间只剩三 FPS？ 你去搞是吧？这还好，我正常嘞。掩护 Alpha Bravo 往北移动，前往到 G 原点。明白。Thank you.
Standing by. Awaiting orders. Awaiting orders. Ready. Awaiting orders. Ready for orders. On the way. Ready for orders. Waiting.
Ranger, coordinates received. CAS is inbound. Out. Copy that. Strike aircraft on the way. Out. Copy that. Strike aircraft on the way. Out.好，八仙万岁去。